爱情受物质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而变得非常有压力，计划好一起去旅行也因此发生变故，婚姻有冲突可以多参加一些慈善社团的活动来增进感情。月亮进入白羊座，处于无相位的状态，较为冲动，渴望行动，渴望展示自己的生命力与竞争力，情绪几乎不受到干扰。太阳和逆行的水星汇合在摩羯座，在追求事业的成就的时候会不断地进行总结和检讨。金星受到来自火星和木星的干扰，爱情变得非常无奈，对金钱和物质条件相当敏感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